莎拉布莱曼的圣诞派对演唱会在北美洲和南美洲巡回演出之后，11月22日展开了亚洲巡回演出。第一站在日本东京开唱，是吸引了许多来自各地的粉丝朝圣天籁美声。拥有天籁般的美好歌喉，超越3个高八度的歌唱音域，莎拉布莱曼亚洲巡回来到日本东京，吸引来自各地的粉丝朝圣，一开唱就令粉丝感动不已。声がとても美しいから、すごい透明なボイスが好きで、昔からよく聞いてて、結構昔からいろんな曲、オペラから入っていろんな曲を聞いて好きで、毎回来てます。莎拉布莱曼这次带着全新制作的圣诞派对演唱会展开亚洲巡演，11月走访日本4个城市，12月也将来到台湾巡回台北、台中、高雄和屏东4地。这次是第5度回到台湾开唱，对台湾的美食和浓厚人情味印象深刻。莎拉布莱曼很期待能抽空深入认识台湾。I love coming to Taiwan because I always have a good time there, and I'm always taken out to eat.Amazing food. I'll also be seeing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which will be good for me because normally it's just been in one city. So that's going to be exciting for me. 选在圣诞节前夕来到台湾演出，这也将是莎拉布莱曼亚洲巡回的最终站，期盼用经典歌曲与歌迷一起迎接温馨圣诞。东森新闻综合报道。